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所有热爱戏剧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第71届百老汇戏剧最高奖托尼奖纽约时代广场传媒新闻发布会。我是纽约证交所华尔街财经主播赵于超，非常高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能和大家共同经历这场推进中美戏剧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新闻发布会。托尼奖是美国戏剧界的最高荣誉，美国剧院联盟于1946年开启了这个奖项，迄今2017年已经是第71届了。那么在本届的托尼奖非常值得期待的，也是他邀请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巨星，他也是中国著名的歌唱家、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导演、慈善家，他就是我们的韩红老师，欢迎韩红老师。所以这将是一届非常令人期待的托尼奖。那么本届托尼奖，纽约时代广场传媒有限公司携手上海百视通、腾讯视频为观众朋友呈现第71届托尼奖红毯现场和经典盛况。那么下面我们以热烈掌声，首先要有请纽约时代广场传媒公司董事长佘立成为大家致辞。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媒体朋友们，韩红老师及团队，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在周末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纽约时代广场传媒公司是一家从事中美文化、传媒交流、艺术、金融、戏剧产业的专业公司。公司成立于纽约，有一支专业敬业的团队组成。公司团队有从事中美文化大型活动交流经验的专家，也有从事多年经验的华尔街金融家，还有从事30年戏剧产业的资深专家组成。我们成功的举办了各类中美文化交流的大型宣传活动，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1年元旦新年倒计时，我们成功的举办了倒计时的活动，把中国元素带向美国的时代广场，这也是中国的一个走向世界里程碑。同时我们也举办了各种重大的音乐会，叶小刚医学主席在林肯中学的表演也是我们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功的业绩。中国南大三高英在纽约林肯中学的演唱等系列大型活动文化推广，我们已经把这些大型的带有中国文化优秀文化特色的文化走向美国林肯中心和百老汇的推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成功邀请韩红老师作为我们的嘉宾，与萨拉布莱曼在中国北京将会有一场盛大的演出。希望就是这次活动是由托尼奖组委会高层、美国著名的戏剧明星、演员和中国知名的歌星一起同场演出。在此我再次代表我们时代广场传媒和托尼委员会的委员会高层受托，和欢迎韩红一行到来。我们将会以期待这次时代广场和托尼委员会的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在舞台在中国有一个在世界上有一个很好的有世界上的舞台上体现，做出一个伟大的成就。谢谢大家。正如 Shirley 所说的，多年来纽约时代广场传媒将托尼奖转入了中国去。中国是需要世界优秀的戏剧文化为之滋养的，世界也需要中国独特的戏剧文化为之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 Tony Awards 托尼奖委员会纽约时代广场传媒公司 CEO Mr. Larry Bird 先生为大家致辞。Larry 是美国巴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本海默公司的合伙人，
纽约金融投资分析师协会创办人之一，国家投资银行家协会会员，纽约行政会创始人之一。Welcome. Ni hao. I'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behalf of the Tonys and the American Theater Wing and the Broadway League. Tomorrow we'll be celebrating excellence in the theater. And we also want to thank the New York Times Square Media and Shirley Chen and her team for taking this to China. This will be a worldwide event, and Shirley is responsible for opening the door to China in the Tony Awards. It'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evenings of the year for the Tonys and for the people in the theater. And we're here to celebrate, and I welcome you to listen, to participate, and be part of this with us. Thank you.那么本次托尼奖，韩红老师作为唯一受邀的亚洲代表中国作曲家来到了美国纽约，出席第71届托尼奖红毯及典礼。那么下面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有请韩红老师为我们大家致辞。好，各位媒体朋友，下午好。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让我跟在海外的媒体朋友，用特殊的方式见面。当然这个机会要感谢 Tony， 也感谢时代传媒。我是第一次来纽约参加 Tony 的观赏，很荣幸。感谢坐在我身边的施礼成提供这样的机会。应该说在音乐剧的领域里面我还是一个新人，虽然我已经在 singer 方面，在歌唱界方面大家对我很了解了，但其实我现在作为一个作曲人还是这个领域里面的新人。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一定会加倍努力，让中国的音乐剧早一点走进美国朋友的视线，走进世界朋友的视线。 Tony 这个名字于中国而言显得些许陌生，但其实就它的历史而言是那么的辉煌，而且是所有热爱音乐剧舞台剧的朋友认为最高奖项，也是承载梦想的一个最初的摇篮。所以很荣幸能够来这里来观赏。那昨天我也去了百老汇来看百老汇的音乐剧，触动非常的大。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剧还处于效仿和初级阶段，但作为中国的音乐界代表，我们有信心将中国的音乐剧怀揣着对中国人的梦想，怀揣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我们会带着这个梦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用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演变成艺术，演变成音乐，和全世界的朋友交流，交心，交朋友。中国和美国历来都是好朋友，在一带一路的今天，我们两国走得更近了，两国的发展在文化上面更深入了，两国的文化交流落实得更好、更高、更快。所以作为中国音乐界的代表，我想说Tony奖这次我是第一次，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华人中国音乐人来参加 Tony 奖，甚至是 Grammy 奖，甚至是我们的
好莱坞的电影的奥斯卡。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一扇门被我们的设立打开，被我们的时代公司铺上一条友谊的天路，我相信这条路真的就打开了。中国的文化非常非常的悠久，这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的了解，但是对于外国的朋友来说，对中国人了解多少呢？可能没有我们多。所以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艺术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担当、有义务将中国文化传递给全世界。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协会的副主席，我在这里也代表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协会感谢 Shirley 您做出的贡献，也感谢 Tony，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最后向海外所有的华人同胞问一声，你们辛苦了，祝你们一切顺利。韩红老师，感受到您非常大对戏曲的这种情怀，一种家国天下情怀，并且能感受到您在作曲和戏曲方面的这种专业度和一种担当。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会交给媒体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向我们的嘉宾提问。好，韩老师，我乔安社，我在这里很多年了，就是这个过去一些名家也过来到这边来演出，但是在这个沟通的形式上方面呢，总是觉得好像有些，比如说中国的国画啊，这边不太理解，有一些中国的可能模仿民歌啊，这边也听不懂。这次你选择这个音乐剧，这个就好，非常好。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音乐剧方面，您的创作方面，您有什么在题材形式上面有什么考虑？好，谢谢这位老师的问题。我觉得我这次首先是非常幸运啊，因为我刚刚写第一部音乐剧，在北京的保利剧院四场首演，应该说一票难求，最高的门票被炒到了10000多，连我们的女一号主演，就是现在当红炸子鸡的谭维维自己都没票，我们没有办法，然后我们想去买一些黄牛的票，结果黄牛手上也没票。那这个音乐剧的名字叫阿尔兹基的爱情。首先从您刚才讲的题材上讲，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阿尔兹海默症是全球泛滥的一个病，它是一个不治的癌症，尤其是阿尔兹海默症现在的病人趋势发病率呈年轻化，剧中的女一号才20几岁就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她的病症越严重的时候，她的思维更趋于早一些，更早一些，甚至是她幼年时代，所以她一直都记忆当中有她的初恋男友，从而忘记了她身边跟她结婚的丈夫，所以这个丈夫多么的纠结。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阿尔兹基的爱情，让更多的人去坚持心底的爱，坚持真爱，相信真爱，相信守候陪伴可以让一个病人身上有温度。我们也想以此来呼唤人们对阿尔兹海默症的了解认知，以及不抗拒他，努力地帮助身边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能够延长他的生命，因为活是活不了的。所以第一部戏我们选择的这个，就是用人类最简单的爱的方式来唤醒人们内心的冰冷。刚才老师您提到的关于国画啊，甚至关于京剧等等，往美国打非常难，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文化的背景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我觉得想要了解京剧和想要了解国画，必须是对中国非常了如指掌的人，甚至是学中文的这些外国朋友可能会好些。
但是音乐剧就不同，不管你的语言是不是英文，你就算用中文或用我的家乡啊藏文都可以打动别人，因为音符是相同的。我的英语不好，昨天我也依然听懂了，依然看懂了，至少判断的对的，去看歌剧魅影，因为它的旋律让你动心了。所以这就是音乐与众不同的地方，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用音符打动你，不需要知道它在唱什么。所以我觉得我的幸运是，可能我的音乐剧被设计发现，被 Tony 发现，所以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这次来作为嘉宾观赏。那我也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剧，真正的 Made in China 的音乐剧走进美国。当然我的梦想是能够走进百老汇，在那一扎就演个十年。我想音乐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不是我个人的能量，而是音乐的能力。谢谢。太好了，谢谢谢谢韩红老师，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可能只有一次提问的机会了。对，嗯，没关系。那个，嗯，没事。好，我们先问你，尽管先进去。Larry 你好，是第二次见你 ，the second time。OK， 还有 Sherry 你好，非常感谢哈，时代广场就成功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其实去年呢，也是很棒哈，通过时代广场让这个中国音乐人也能够见到世界，就是音乐剧方面的这方面。我们过去电影有的音乐有，但音乐剧就很少。首先还是特别高兴在这里见到韩红。那因为你的到来，今天我们纽约特别温暖，这是最热的一天，今天最温暖的一天。希望这个温暖是你给带来的。我们说这个。有人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民族的不被世界接受，你肯定不是世界的。所以这一点就想听一下这个郝老师对，就是咱们民族的方向怎么走向世界，这个可能跟刚才这个想法是差不多。OK， 民族的是世界的这句话是我们的愿望，我不能说它是现实。因为如果连国画都不能欣赏和接受的话，如何能欣赏那么土的中国民歌呢？我所指的这个土，其实这个土字括号应该叫原生态，这个连我们本土的中国人都对各个少数民族各个地区的原生态都不为人知，如何能够让外国朋友来喜欢呢？所以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音乐人的一个愿望，一个长久以来的愿望，我们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尽快实现它。但它真的是跨山跨水，因为文化背景，好长的路。对，文化背景，但也一定要走，要坚持。人有梦想总是好过没有梦想，就把它当作一个梦想，高高的悬挂在自己的头顶之上，不也挺好吗？啊，也许它就是一个发展方向，去努力，我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也许可以完成这个梦想。啊，但至少我们中国音乐人有这样的梦想。OK， 就拿我这次的音乐剧来说，我这次的音乐剧跟别的音乐剧全然不同。大家都知道，你们都生活在美国，你们天天都看百老汇，百老汇里面有大量的用它的宣叙调。OK， 我解释一下，其实中国人对音乐剧不是那么太喜欢、太接受的，原因很简单，比如说。中国人已经听习惯了比较流畅的音乐旋律，比较美的音乐旋律外国的音乐剧知道的也就那么几首，比如悲惨世界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好，我再做举一个例子，哦舍利，你是不是要喝一杯水？你真的不感觉到口渴吗？就不一样的那个痛。您懂我的意思吗？嗯。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挺难接受的。好，我这次就突破了这一点。我没有用传统的宣叙剧，而我的宣叙剧是什么？又带了一个不喜欢的人，又带了一个大点大滴的大滴大滴灯，他和市民工
一点不喜欢。我也在说故事，也在讲剧情，也在用台词，但是我的旋律会好听一些。那就不要谦虚了，是吧？我这个就是一种变种的宣虚。嗯，这个在此之前在中国音乐舞台上是没有人用过，而且我在讲述一段他们的恋情的时候，父母不同意这一段的时候，我用了段这帮子先生让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他们有钱，他们有钱，他们有钱。我也在宣虚，但是我用的是 rock 宣虚。我在里面用了摇滚乐，用了重金属的摇滚乐，用了爵士乐，用了 R&B， 用了 pop music， 甚至还用了一点点爵士的东西。我在尝试一种新的东西，尝试一种可以被亚洲人、被华人、被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好听一点的东西。因为还是那句话，不是百老汇不好听，而是我们听不懂，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是吃面包长大的。所以我在寻找一个出口，也就是刚才你所谈到的，是否在中间可以找一个结合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不清楚，我也不想定位它，因为艺术本来就是广袤的，所以我不去定位它。那我就去尝试创造，哪怕我是一个创新的失败者，我也要去做这次尝试。可是现在看来我成功了。目前全中国各地都在邀请我们的阿尔兹基的爱情去全国巡演，我们也期待着胜利有一天把它折腾到美国来。期待期待。我相信他不会唱啊，因为他旋律好听。对，好，早一点到我们纽约来，那就要靠大家的努力。加油加油。谢谢谢谢谢谢。您这个，您紧一点，我看您有备而来。人民日报，对对对，我人民报的，那个去年啊，就是人民日报，对，于鹏教授啊，就是他们的孩子们，就是那个云南一些孤儿学校的孩子，是的，到联合国做节目啊，他就提过，就是说您每年带着一些医生，对，知道西部义诊，是，我想听听那个一些具体的情况。哦，我自己在中国有一个叫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成立不到五年，向国家捐款一个多亿。我们坚持做百人援助的系列。何为百人援助呢？就是我带着将近两三百人的队伍，他们一半是医生，一半是媒体，一半是明星，还有那一小部分是车手，专业车手。我的专家绝对都是每个鼎鼎大名，比如说脑神外科的林峰教授，儿科最当红的主任崔玉涛教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泌尿的专家，全亚洲最棒的张旭啊，以及我们北京医院的非常棒的胸外的大主任童洪峰，诸如此类的大腕多了，他们都在我的团队里。我们每年会去到一个地方做百人援助系列，给当地的老百姓义诊，医得了的就在当地医，由我们的大夫来手术，医不了的我们就带回到北京继续医，医好了之后给他送回到他的老家。然后我们这里还有眼科教授，我们中国白内障小组的评委姚克教授，他也是我们全国政协的常委。姚克教授是每年差不多我们要做300例在当地的白内障，对，300例。然后我们会给当地捐一台非常棒的莱卡头的国际一流一线的超乳仪，也就是微创仪，白内障手术微创仪。那不会使用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当地的医生挑两个带回北京，送到浙二院，送到301医院，送到同仁医院进行培训。那我们就想就是说，我们把机器留下，把病人带走，把技术留下，把困难带走。这个就是我们坚持了
七年，它不光是在西部，今年我们是去宁夏，去年是在甘肃，它不是西部啊，它全中国都会走。我们也联系了联合国人机会，有一天我们会带这支队伍去非洲的，我们要让更多的外国的贫困地区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啊，就是中国人你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的去帮助。您好，就刚刚我想说我们其实刚刚大家问的问题都非常民族非常世界，就是非常积极向上，然后我们也知道你要被一推的是吗？不我们想问点轻松愉快的问题，也就让我们年轻的观众能够更感兴趣这个。然后就是我们在知道之前韩红老师就其实在对于很多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也都是非常关注的，像大家喜欢的韩流韩红老师也很喜欢，然后像之前韩红老师在音乐剧筹备中也邀请来像比较年轻的娱乐圈的王源来现场进行学习，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韩红老师对于年轻的一代的中国人中国年轻一代有一些怎样的期许，怎样的看法。现在其实年轻的小孩价值观世界观稍微有点五花八门，由于我们的传媒我们的电视多元化起来， international 的时代来了，小孩们什么都懂了。但是我在这里还是呼吁一句，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多可怕，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多可怕。孩子应该在读书的时候走进课堂，而不是走进电视。明星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但至少基于是在有文化的基础上。另外我在两会的时候也呼吁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向很多的国外的小孩学习，把爱国主义教育带进课堂。一个中国孩子连自己的祖国什么样都不知道，连唐宋元明清都说不清楚的话，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孩子们读书之余可以唱唱跳跳啊，可能刚才是在艺术上的一个熏陶和培养，但是在什么阶段就去干什么阶段的事儿啊。如果我这个年纪还去出去跳 hip hop 的话会让人笑话，但我跳广场舞的话兴趣差不多。所以我讲的是在什么年纪就去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啊。然而我现在非常清楚，在我这个年纪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中国的音乐剧在所有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在中国音乐界的从事音乐剧的各位作曲家制作人导演的帮助下，我们希望用我们中国的剧来为国争光。谢谢你，韩红老师今天的到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和他对一些我们当下戏剧中美交流的这个现状的这个深刻的分析和一个思考。也感谢 Shirley 和 Mr. Burke 先生的今天的致辞，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今天的到来，谢谢大家。我们预祝第71届百老汇最高奖托尼奖圆满成功，谢谢。OK，thank you。